已知有一个以一为首项的等比序列，依序是一 a 加 b 花弧 a 加 b 的平方，花弧 a 加 b 的三次方，则以数列的第几项为展开式中含有35 a 次方 b 三方。我们可以知道 a 次方 b 三方合起来是7次方，所以花弧 a 加 b 的7次方。a 加 b 的7次方的话，因为这个是一的话是 a 加 b 的0次方，所以0到7的话有8项，所以答案选 C。